哎呦我的妈！哎，你给他开个报警行吗？等会儿，然后再给大家打一条，好不好，姐？好，就你说的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踢馆视频。这个小伙他踢馆陈永清的保镖学院，就是女保镖张美丽她所在的这个地方。可以看到，这个小伙也是社会小伙，非常精神。他听说这个天骄学院的陈永清可以说是非常厉害，所以说他就上门挑战。然后这个校长的话就问他：“你练过吗？”他说：“稍微练过一点。”陈永清他是这个保镖学院的校长，他肯定是有实力的。然后的话，他说他怕出事儿，所以说他就邀请这个保镖学院的保安跟他交流一下，就是在10秒钟之内，如果能把这个保安给 Q 掉，那么他就有资格挑战陈永清。好的，现在的话就是戴上拳套，这个保安是站在那不动，让他打。可以看到张美丽的话直接是拿了拳套，然后给他戴上护具。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他能不能把这个保安给打倒。保安看着也是非常壮。好的，这个保安的话也是让他随便打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小伙到底有没有实力。随便打，来吧。连续的重拳，一看是没有反应，直接是击打面部，也是没有任何反应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保安的话力气也是非常大，直接是把这个小伙给打倒在地。可以看到这个小伙现在也是一个懵的一个状态。现在陈永清帮他解下这个护具。没事吧？没事吧，兄弟？还打吗？你跟我还打吗？回去再练练行不行？回去，别丢人了！快！我不告诉你不能打吗？你干啥呢你呢？我也没打他，就扒拉一下。